西音宇宙，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大星系组成，将水能、火能、电能等不同元素的能量积木作为能源应用的和平宇宙。然而鹰帝国出现了，暴虐无道的众虐王殖民统治了所有星球，人们饱受压迫，家园破碎，五大星系彻底沦陷。至此，邪恶的鹰帝国已然成为了基因宇宙的绝对主宰，但是希望仍然存在。项羽，虫洞在30秒后开启，杨天，抓紧时间，必须甩掉鹰帝国的追兵。天眼战甲，银弹，金冲，还有10秒，收到。4秒，3、2、1、0。小象，提高四不像飞船的动力。收到，减速前进。总算到了，由恶龙星人支配的土行星系。仿生躯体灵珠有反应，果然。方神计划第一步，激活灵珠的关键就在这荒漠之星。听着，别给我偷懒，你们的命是恶龙人的，相国就在这36号矿场好好干。我喊的口干。哇，爽。看什么看，没干完活没水喝。是我的了。大人，没了能量积木，我可挖不了矿啊！这是你的事，反正这个是我的。小张，你怎么了？李小张，你是命定之人。欲颠覆命运，寻觅昆仑正在东方。寻觅昆仑？喂，小张，你从哪儿知道这个名字？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阿仲，我也不懂，只是……别说了。要是恶龙人听见，我们陈塘村就完了。我也是听隔壁村说的，昆仑那是唯一还在对抗鹰帝国的组织。那他们会来赶跑恶龙人吗？不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反抗鹰帝国。想要活下去，保护好村子，我们只能忍耐。阿仲，难道我们天生就该当苦力，给恶龙人挖一辈子矿吗？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让玲玲还有村子里的人活下去。糟了，还有半小时就要加矿石，要是没有达标，阿仲。我可是李小扎，这点小事儿看我的吧。挖了一天才这么点水能积木没了吗？我宣布
你们陈塘村今天不达标。啊啊！怎么会？等等。李小扎。看，小喜，这下够了。哼，下次给我准时点。陈塘村可以离开。谢谢你，小扎。太好了，总算不用被罚。对啊，谢天谢地啊！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喝，结果你们村就挖了这么点儿。饶命啊，大人！喂，你们别退！李小扎，别管了，我们回陈塘村吧。对，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琳琳还等着我们呢。夜叉跟龙，飞龙王，冲宫大人，请问矿石太少了，这么点矿石只能转化少量能量积木，不想消失就给我更多的能量积木。快去把附近村子的能量积木抢过来。我们回来了。小扎他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小扎哥哥怎么样，都有乖乖吗？当然。这些物资应该够我们撑一阵子。村长哥哥辛苦你们了。小扎哥哥。哟，玲玲今天怎么特别可爱啊？你忘了吗？今天是我的李小扎别逗他。放心，我们当然没忘。玲玲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真是的，又哭又笑。对了，那个准备好了吗？可是行了，今天可是你的生日，带我们去吧。就是这个，妈妈以前就是用它做蛋糕的。好，我来操作。奇了个怪，怎么没反应？没有能源，机器怎么启动？对哦，还没放能量积木。玲玲，我拿你的积木去用啊。不行，这是妈妈留给我的。玲玲，我开玩笑的。来，拿去。这是大家一起凑的能量积木。抱歉，明明大伙也没剩多少。村长，我们没关系，拿去用吧。希望大家别像妈妈一样遇到意外，每天都能平安回来。开吃吧。小心！通通别动，现在征收你们的能量积木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请问这是？少啰嗦，给我跪下。李小扎，别乱来，快跪下。收集去。就这么点儿。小扎，别冲动。拿来。大人，那是他妈妈的遗物。关我什么事？李小扎，忍耐，忍耐！还给我！一边去！不许反抗我们！
给我走开！哇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李小渣，你闯大祸了，可我忍不下去了。那你想过没有？他们要是再回来呢？你一个人对付得了吗？大家怎么办？我寻找昆仑，正在东方。昆仑，东方，有了！阿柱，你先带大家躲起来。我去东峡谷看看，也许昆仑就在那儿。我去找他们帮忙。为了方便行动，优先确保能源补给。江鱼，江鱼，别催，我这不正用打神鞭把元素转化成积木吗？好了，储能积木，那就用吧。元素装填。狼飞袭，能源补给确保。快都给我去陈塘村。陈塘村，李小昭，阿正，为什么？抱歉，我要保护陈塘村。